队长，这是你的生日礼物。你捏的？不是，他当然不是。是啊、哇，怎么像你是皮鞋？等一下，我要证明一下，这个真的是的。哦，原来参照物是这一张图啊。只是他这个捏的太美丽了。我是说，其实大庭都不穿裙子，是李帅吗？对，这个明显，这个特别明显。这是能保存的吗？对，就是不要太用力捏它就好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队长啊！膝盖，他膝盖怎么样？肯定还需要休息，今天得休息。就是这儿就不要跳舞，就是不要演演了，就感觉就往后跑。其实可以不用僵在那，就是大家是可以，就是这种叫站起来，看怎么回事，就不要，对，全部都这样。我不这样。有点。大师兄回来的时候，我是把他这样慢慢按下去，然后这边起流的时候再起音乐，这样子。放空，大师兄回来了，那个不要加电乐，直接放空。对。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。风机这边没人，还有呢。好的，好的 ，it's like this we yeah no very good bravo 哎呦可以蒙古汉子啊蒙古汉子蒙古汉子加油蒙古汉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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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蒙古蒙古蒙古哈什，帅，super 帅，蒙古哈什，蒙古哈什 too， 蒙古哈什，奥利给，加油，快点，蒙古哈什，It's fun, it's good。他说你法语帅怎么说？帅吗？可以。
我都有点惊，还好跳过街舞。
玩水了。呀，怎么样？队长来了。队长好，队长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队长好，非常好。真的吗？这个我给大家带了那个队服。哦。二十号。二十号。94。哦。哇，还挺好看的。有型有果，一波王炸，不要说吧，不要，一波王炸，帅吗？帅，帅，帅爆了。那么还是就另外这个地方啊，还有点有一点点不是很齐，这样四个人跑起来啊，如那个跑起来啊，加班了，今天晚上要，感觉就是大前面在四个人大，啊，就是我们后面能不能放这个？这次音乐真的抽的没有那么的适合我们，主要是那个听音乐的他放给我们听了。就是你去听音乐的时候，它是倒放的，而且它的那个节奏是不对的。那个音乐是这样的，倒放特别抓听的。对对对，休闲嘛。啊，是啊，有你街道的风格，就是西海岸，然后。哦哦，那倒也是。要不要搬过来？哎呀，怎么？本来说是你接到了两个书借一样。哎，可以，丢我那个，可以。感谢队长，谢谢队长，再见，拜拜。就如果是我们要跳那个 Top Rope 的话，我觉得在你的那个习惯的那个步伐上面改，这样会更快。没有，你先排，我去磨，然后我不行了，然后咱们再改。然后我想做的 follow 多一点，不要老做狂魔。好。上一次的大秀我没有做那么多技巧，然后这次的话可能我会做
技巧性多一点的东西，也是我一直想在节目里做的东西。大，这也是动，其实很简单。我试试，就先这样。对，然后换脚，换脚。对，然后还是那个肘，那个肘。还往哪里推？往这里推。往后面。你先把手抽进来，然后先放肘。对啊，啊对，就这个感觉。其实招不是很多，就是简单的一个 phrase， 只不过在 footwork 上面的话就做了一些比较套脚的这种动作。但是因为 breaking 不管做什么，它摸 footwork 这些基本动作都是需要用腰带的，如果不用腰带的话就会显得脚很沉，所以说这次的难点可能会在这方面吧。对， free 了，上踩一，上踩一，二三，上踩一。因为我们战队其实不适合就是大家坐到一块一起跳这种特别齐的舞，然后我们就是还是分拨吧，就是把适合跳齐的舞的人到一起，然后一起跳，把适合跳 breaking 的人让他们出来，然后做他们的招，就是这种切换吧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Good job, guys. Yeah. 昨天是中秋节嘛，又跟队员对，给队员发了红包，祝他们中秋节快乐，同时也说了，就是如果跳不齐的话。对，拿了钱就必须得跳齐，就开个玩笑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对他俩有一定难度，就是说让他们现在要慢，要表演，然后要控制，然后特别像不是，他是一个 freestyle 的，就是那个特别好的人，但是现在要给他设定东西，他就会一下子可能就会进步了，会有一点点，但是也非常棒。OK。Okay. 告诉他输了是要 battle 的。If you lose, you need battle. You know that? Easy. 街舞就不说了，但是民族舞它面部表情非常重要。你们就知道吧，院校派那些民族舞的那种表情非常重要，所以这个你们要调整一下，就是咱们都不能面部表情。等会儿他们换了衣服之后，你们再找个地方踩脚，因为我感觉这个材质比较滑，万一踩不稳了怎么办？服装的问题，咱们过去，现在过去。然后让他们拿手碰，就最好一下拿住，不要拿完之后再整理。咱们换个位置，一会儿把这个练一下，拿这个地方。下午好，怎么样？有休息的好吗？还可以，要不要大家一起热个身，放点音乐嗨一下，可以吗？那就 DJ 给个音乐吧，我也热个身。需要休息一会儿吗？还有力气吗？你要再休息一会儿吗？也歇一会儿吗？哎，可以先休息一会儿。
帽子给卡住了是吗？这是自己头发吗？烫的是吗？天才，你是天才吗？你嚼槟榔没事吗？不疼吗？能融入机车吗？摩托车。不喜欢这个，这个你操控性不好。规模的一个开场大秀，加上那个有一些故事剧情和一些节目主张的这么一个大片，应该讲这是我从业以来第一次。哎呀，都太没有时间休息了。嘿嘿嘿嘿嘿，哦 ，Love is a guest， 喂呀哦，喂耶哦，喂呀哦。是来自于博老师的介绍，然后我叫梦迪，谢谢。那个梦迪就是耳朵，他是带助听器的。3, 2, 1, action！
那我们还是就另外这个地方啊，还有点有一点点不是很齐，这样四个人跑起来啊，不那个跑起来啊，加班加班了，今天晚上要感觉就是大前面在四个人大啊，就是我们后面能不能这个，这次音乐真的抽的没有那么的适合我们，主要是那个听音乐的他放给我们听了。就是你去听音乐的时候，它是倒放的，而且它的那个节奏是不对的。那个音乐是这样的，倒放这个家伙。对对对，休闲嘛。啊，是啊，有你街道的风格，就是西海岸，然后哦哦，那倒也是。要不要搬过来？哎呀，别了，还要怎么？本来说是你接到了两个速件一样。哎，可以，多丢啊那个。谢谢队长，谢谢队长，谢谢，拜拜。请选手尽快做出选择。北京烤鸭。越长越北京烤鸭。所以这个会比较痛，因为它对这里，所以它基本上是这样。百老汇，但是他跑过来之后，没人看那边了，好像是不是？他可以其实先跑过来站到旁边，然后让大家看我的时候，看我们的时候，然后就指那边。只有他炸完之后，他才往那边坐。对。可以，真是可以。现在就这个节目看起来就是好看，嗯，就很充满，但是就是没有，就是让我能够达到。我懂，我懂，你懂没错。技巧。Do you have skill? Something. Maybe skill. Oh yeah, okay.背向我们就好了，最后他 solo 你。最后在这边折的那个思想你记得吧？我记得。你们不要屁股这边，对，你能不背着做吗？啊，侧面尽量。我有几个方案。对，我待会儿回去改。就那个是 OK 的，但是你别屁股对着。就他 solo 侧面折，对，侧面折好看。然后他跑的时候最好加。要加那个，对，加那个。这很顺利。
排练的时候我们是很担心的，因为王一博脚上是有伤的。没有录节目 solo show 了，别跳，我们今天抢发脚啊。哎呦呦呦呦，哎，小心小心。双脚二次受伤，就是下一次你在这里的运动之前，最好能给你做一些热身，有个半小时热身之后啊，你的疼痛感会消失很多。如果一旦他上不了场，我们最有把握的一轮有可能面临着输。你现在脚不疼？没，你大概跟我说一下。我觉得我知道，我想想。因为你这是单纯的外伤，但是看起来比较好处理。他好像是骨头的骨头水肿。骨头水肿，这个所有扭伤都会有。你拍核磁，我有非常清晰的看到。骨髓水肿，骨头。就这种跺脚的是吗？就是都好的。好，准备啊！啊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六七八。对，这样我没试过。不是让你后脚，还得拿脚顶一下这样起来。当时我们心是一下悬的，因为当时我们编排的很难，就真的就是一个职业舞者去参与的一个能量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走啊走！哎呦哎呦，真走啊！真走啊！那如何？真走一遍，真走一遍。真走！你别急啊，你不要很快啊。来 5, 6, 7, 8, 1, 2, 3, 4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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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举一个 OK， 举两个 OK， 就是他没有他说他不行的，试一下啊，一二三四，走步，硬起来，开始，五，这样，来，就来了，直接来，一二三四，走，给，哎，哎，就这个意思。因为首先我队员我就有四个 B boy， 然后我其实也一直很想在做很多的 B boy 的一些跑招，然后我作为队长做了很多组合技啊技巧这些的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拿到分的。我应该是王嘉尔的队员的啊，那我精神 battle 到底，对手再强也要拼尽全力，
对街舞唯我的执着，我就是这就是街舞的队长王一博。上优酷看街舞三，我在这里。